奥地利为阻止疫情蔓延，下令包括学校、运动俱乐部、旅馆、餐厅、文化活动场地以及许多商店关闭。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须佩戴欧洲规则 FFP2 的医用口罩。奥地利自由党及成员曾担任内政部长基克首度正式号召民众抗议政府第三波中共病毒疫情防疫封锁。好多人参加星期日游行时未按照政府规定戴口罩同埋维持社交距离。香港大纪元已经开设后备频道，请点击旁边香港大纪元频道和订阅，请支持我们传递真实新闻。